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看看。上一次呢，我们一起去探秘了震惊世界的地下部队秦始皇陵兵马俑，猜猜今天我们又要去哪里呢？快跟我去长城看看吧，出发喽！哇，长城好长啊，一眼都望不到边。是啊，看看你好，我是建造长城的城砖叔叔。你看到的这个啊，只是我们长城的一部分呢。下面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万里长城吧。长城可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、工程量最大的古代防御工程，长度加起来一共10万多米呢。即便是现在，经过2000多年风吹日晒，长城遗存总长度也有4万多米，加起来可以绕你们学校操场100多圈呢。哇，好壮观呐！可长城不就是用一块块砖建成的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很厉害呢？看看，长城可不是你看上去那么简单。万里长城是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长城横跨中国的东西部，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。你看，北京山多，这一带长城大都是用石头做原材料砌成砖垒起来的。陕西黄土高原一带土很多，这里的长城基本都是用土做的。再往西，进入沙漠地带，人们为了防止沙土流失，就铺一层芦苇或红柳枝条，再铺上沙石，层层铺筑，建成的长城就更加稳固了。原来修建长城这么复杂呀，那又是谁修建的呢？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修长城，其中有3个朝代贡献最大，修建的距离都超过了1万米，他们分别是秦朝、汉朝和明朝。你们现在经常说的长城属于明长城。看看，我先带你去看看距今2200多年前的秦朝长城。其实在秦朝以前，长城就已经存在了。那时弱小的国家修建长城是为了阻挡外侵者，保护自己。到了公元前221年，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了6国，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大规模修建长城，形成了一个大的防线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万里长城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秦长城遗址。城砖叔叔，这么大的工程得多少人来修建呢？当时修建长城的有数10万人。说到这，还有个不得不提的民间传说，孟姜女哭长城。秦朝有位女子叫孟姜女，在孟姜女新婚3天后，丈夫便被抓去建造长城，一去多年没有音讯。孟姜女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去世的消息，就到长城哭了3天3夜。虽然是传说，但也显示出当时数10万人建筑长城时风餐露宿的艰辛。真的好辛苦啊！那汉朝长城有什么不同呢？汉朝在秦朝之后，距今2000多年。汉朝是修筑长城总长最长的朝代，而且汉朝修筑的长城通过了河西走廊，横穿大西北沙漠地带，其中还有一部分在蒙古国境内。当时的汉长城不仅阻挡了匈奴入侵，还促进了西域经济发展，打通了与西方国家的交通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中国就和欧亚国家有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呢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汉长城遗址。汉朝人真聪明。那还有明朝的长城呢？他们有什么特色呢？明朝距离现在有600多年，明长城东起鸭绿江，西至居庸关。现在你听到的万里长城指的就是明长城，明长城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长城。我们现在爬的八达岭长城就属于明长城吧？看看真聪明。明长城建设时间很长，工程质量非常好，我就属于明长城的一份子。你可别小看我们，我们每块砖上也都刻有建造者的名字，以防哪块砖的质量有问题，方便找到烧砖的工匠。
说了这么多，那长城是怎样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呢？你看，长城是由关口、屯兵的城堡、烽火台、敌楼等防御建筑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。抵抗侵略者就靠烽火台传递信息，点燃烽火台上的烽火就可以通知周围的士兵一起打击敌人。而且我们还有严格烽燧制度。烽燧制度是什么呀？烽燧制度就像我们现在报警系统，而且不同朝代也有所不同。在明朝，比如来了一两百个敌人，需要点燃一个烽火台告诉两边的人；来了500个敌人，要点燃两个烽火台告诉整个指挥中心的人。打起精神要战斗了，如果有重大的军情，就要连续点燃烽火台，立马通知中央，从四面八方调兵准备战斗。哇，我对长城又有了新的认识。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今天这一趟走下来，我也算好汉啦！城川叔叔，再见！长城真的是太伟大了，我一定要去爬一次长城，期待下次我们再一起欣赏美丽的风景吧。